Pull up a chair by the hearth.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慕容优。那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是炉石。那今天我要用的角色依然是法师，是我最爱的角色。那现在我们开始一番随机对战吧。像现在对手是猎人，好，现在这手牌还算可以，虽然说三点是对棋手有点偏高，那先看看能不能换一下。啊，可以，一二三。好，那我是先攻，面对猎人呢。好，先结束这回合，因为这剩下也用到也太浪费了。好，猎人并没有做任何动作，交上去，结束的回合。所以猎人要怎么做？猎人要想要把场上怪移起来，他叫东西了。嗯，很聪明的决定，但是不够强。火球比较强，哎，用在那东西上有点可惜，真的没办法试。上场吧，水元素。七张牌了。这么快就退出，我还没玩啊，还没开始哎、太快了吧。